三十万哦、喔！我受忝着无？啊，你走一转啊，才赚偌济钱啦？走啦！啊，你别搞戆啦！你来走狗啊你！你这个手哦、喔，害死我兄弟啊！你也敢跟我砍哦、喔？你别去拼哦！啥？咱无无去啊？啊，怎安尼啊？我拄则在咧甲头家娘讲话，啊，讲两句啊，人一外头，伊就无去啊！我跟你讲。真无能，发生什么事情？我怎么跟你原谅你啊？做风水师三十多年吼，唔捌拄到我房间内煞气这尔重的啦！你看到啥？我看见一个查某囡仔，规身躯穿白衫，啊，直直在咧哭咧。啥？大姐，差差都卖我这样子拖开，你走路我应该甲抱掉，卖离开我的时阵，我真正是掉狗，我真正是掉狗。好啦，你卖激动啦。不过阮总裁哦，发生这么大事，伊绝对袂伤害你甲秋风阿姨的啦，因为伊都是姊。姊，姊啥？姊公哦。啊，伊免败啦。咱的婚礼走到这款地步，拢是你妈害的，是伊毁掉你婚礼的。你搞点去，拢唔知要检讨你家己的。当初你对我的感情有够坚定，别人敢有机会破坏咱感情？若不是这个房价，还够这笔钱，咱的婚姻嘛袂走到这款地步。我叫你们讲道理，有听吗？我就是要你给我讲话啦！为什么又跟布拉德啊？若不是安怎，你回来了，我就处处被损啦。总裁，我真正是冤枉哦。最后你到底是要达成什么款的目的啊？我要用三代。活得比死更痛苦。我不该忘记爱情原来的模样，虽然苦，甲再有你，予我快乐的温柔。爱你的理由，如此所望。每当改变对你留的注定，我想要予你一个较好的手，帮你一个点在故乡酒煮为我酒。祖先的围墙，两早转来陪你看冬，款的月娘。我想要予你一个较好的手，帮你一个点在故乡深处为我酒。不知不觉心又唱，敢时间祖先的围墙，两早转来陪你看冬，款的月娘。